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汽车火锅频道。那我们今天预测是2020年2月21日星期五的精彩539预测号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转到纸张页面上哦。好，纸张页面上，我们这个是第44期礼拜四开了05、10、20，还有27，另外一个是36。哇，我们这次预估的预测的中了两个，就是05跟10两个数字。那另外两个数字很可惜，你看28与那个财神相差而过，你看28跳27，啊35要跳到36去，不然这就已经会中四星了。你看，你有没有看见？跟那个与财神爷真的是擦身而过啊！你看05、10，还有个27跟36，你看这个我们是选28的数字，然后另外是35的数字，你看都相差一号。你看真的，你看爆，你看这样就中这两只啊，另外两个真的是相差而过。有时候这种是一个真的是与财神相差而过哦，蛮可惜的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来预测这个第45期礼拜五的2月21号的牌，那我有什么板路可以走呢？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04的牌要隔两期05开，05隔两期会不会06就开？你看有时候他这样的走路的板路走法，06会不会有机会？还有再来是还有什么板路呢？再来，哪一个？我看一下，06还有个我们有预估到08也是有机会，08走向，看一下04。05、07、06，这是一个方式。另外一个是，会不会是11会提早开？我们也是估08隔一起09，09隔一起10，10会不会就是下一起11？可是会不会有时候11哦，它跟你提早开，这也是有可能。啊，在02隔一起02。这种比较少，发现这种短路，看一下哦，看一下怎么走法路线啊，还有一个这里啊，08、12、34隔四期08、12、34，会不会这期08开出来也是有机会？08、06隔一期这个。这个04加2隔两期加2 06隔两期，要不然08就出现了。这应该这样看跟这样看刚好08都是呈现有可能的。你看08隔四期1234 08 08隔四期1234，你看08，那04这边04隔两期加2，因为04 1206隔两期08，所以08也是有机会的。所以我们把08先纳入进去哦，08，我们把08放进去哦，08，再04隔两期05隔两期会不会06？所以06也是有呢。这有时候11也是有09、10，到哪里？好，我先看这一边，看看36、34、36，会不会加二？34加二，隔起加二，36再加二。
OK， 三八，三八出现几率高不高？这也很难说。你看一下，像我们说，你看第星期四有时候 shift 一位跟你变零五，会不会礼拜五跟你开为零六？也是有可能，零六，零六机会也是，不会说不，你是看零五零六隔起零六，会不会零五隔起跟你零六？也是有可能啊，跟零六机会也是有啊。零六，你有机会大吗？零五隔一起零六，又是零五，又是零六，零六，零八隔一起零六，零六，零五隔一起，这个零六也是有蛮有机会耶。零六数字，零三也是，一三也是很热门，一二三四，一三一二三四五，一三一三一二三四五，会不会一三出？也是有机会，你看他反路，一二三四五，隔五期，一二三四五，会不会一三出？一三这个数字也是有，会不会一一三？我们看到这前面，我看一零出来，你看一一也是有啊。那一零下一期几乎一一会出来，你看一零，通常带一一的机会也蛮高的。所以一一的机会也是有，也不是说没有。一一一三有没有可能？一一一三。六尾数字蛮有机会的，六尾，还有一个看是哪里？哦，还有这，这里三六隔一期减一三五，三五隔一期减一三四，三四隔一期减一三三，会不会有可能？三三这我们看这本路，三三也是有机会的。好，我们把三三也一起放进去。三三，你看三三也不一定说会，你看它的本路也是有呈现这样的趋势，也是有，你看三六、三五，三四隔一起，三四、三四隔一起，三三就出来，会不会？这是有，好，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参考本路哦。哦，还有哪里啊？这是可以做个参考。然后看哪里，所以有时候这 shift 是零六呢？你看你，我有时候移位，星期五它下周会变成有点跟你加一啊，零五它要跟你做加一，你看零四跟你加一零五。有时候正一加一啊，礼拜二它跟减一零一加一减一啊，到这期它跟零五加一，会不会这期也是零五去加一的动作，也是有可能啊。你看在这边，我看这边，你看我们看到这边，你看连续几次，你看星期牌，你看原本星期四这期也没出来，你看星期牌就真没失效了。你看一二三四五五次失效了，都跟你加一减一。你看星期牌，那星期一跟你出零二，那么加一不是加一就减一。你看会不会星期五就是六尾？你看三六开了，会不会又是？你看会不会零六一六二六三六？有没有可能？我们看一下。这种牌，看一零一零啊，下一期一也是有啊。你看周边啊，一零开下来零八一在旁边，一零不然就隔一期一也是会有啊。你看一三也是有，没有说没有哎、欸，还是有机会、欸。一三啊，我原本。
那天就是有讲了，怎样讲？你看，2528，会不会20又往下？它是沿一起开，会不会28开到这边来？也是有08283333，会不会？也是有啊，看一下啊，13有接13板路1234513。一二三四五一三，好，我们要把一三也纳入进去。一三，好，也纳入我们三维跟八维。再看什么？哪一个？我们看到141516也很久没出喽。16有没有机会？也是因为18。隔一期16116，哦这里啊，16 20隔一期16 18隔一期16 18 16 16，也很久断了呢，16有可能吗？18。20 16 16 16，想啊，你看了多少？33 06，06我们把纳入进去，06也是有，13，好，10 11。19，通常20下也有21有机会。好，我们把11放进去，11，因为10下起11几率蛮高的。你看，10下来，11也是，所以我那时候说90、11很久没出来，最近都在这三只09、10、11，一直在抓这09、10。会不会06 08 11 13跟33？朋友呢？好，朋友，那我们就先提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报06 08 11 13跟33给各位做个参考。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帮我按订阅，并打开小铃铛，随时都可以收到通知哦。那喜欢请帮我按个喜欢，不喜欢帮我按个不喜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并祝大家都可以中奖哦，拜拜。